庄主，家里没有酒了。无酒怎行？带我去镇上姑些好酒回来。眼下到处是缉拿绑闻，万一走漏了风声，岂不给老伯带来麻烦？ 吕伯奢并非我家至亲，他去城中沽酒，万一将我等告发，这……我看他倒也忠厚。嘘，公台，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你听，快去拿些绳索来，将他捆绑结实，才好动手。快点！再拿些绳索来。好，我若不先下手，必遭擒杀。孟德，孟德。贤侄，因何离开？我可是雇来了上等好酒。伯父，我想了想，现在官兵追得紧，留下恐怕连累伯父一家。贤侄不必担心，我寒舍地处僻静，你就住上一晚，一起喝个一醉方休。来来来，快随我回房，肉。 墙壁都已煮好了，如之奈何，已经错杀了他全家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。贤侄还愣着作甚？快快随我回转。多谢老伯厚爱，下次再来定会多住几日。哎，那边来的是何人？孟德，刚才错杀吕家多人，已是大错，现在又何必杀他？他一旦返回，看到家人被杀，岂肯罢休？若率众追来，你我恐难全身而退啊！受恩不报，反倒错杀，一错再错。 此乃大不义呀！宁叫我负天下人，休叫天下人负我。 这两句话，他便以我不仁。今恩义两绝，弃我而去，既不杀我，又何必弃官随我？
如此心慈手软之人，岂能成事？陈公，你早晚会后悔的。幸得魏小莲仗义疏财，才有今日之气象。孟德嫌天子之命，欲除国贼，匡复汉室，天下响应，我当尽绵薄之力才是啊。阳平为国跃进，拜见曹将军。山阳巨鹿李典，拜见曹将军。嗯，真壮士也，就先在我的帐前听命吧。遵命。曹公，沛国乔俊仁、夏侯惇、夏侯渊兄弟二人引壮士千人来会，快请。多谢二位的到来。参见曹将军。你我本是同族同宗兄弟，不必多礼。曹公，家父原姓夏侯。你们来了。曹仁、曹洪，参见族兄。立安社稷，匡扶汉室，昭告四方，你们是我的本家和恩公，我想和你们商议。族兄吩咐就是。此次邀集各路诸侯共诛董卓，这盟主之位你们看谁来担当为好啊？自然是大哥了。出于公义，我赐老贼不成而亡命，但这之前我不曾有过统兵之抱负。此次举义是为整社稷于水火，我想渤海太守袁绍。大哥，你自幼和他相熟，他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？本初好谋，精于算计，可他毕竟是名相之后啊。推袁绍，他的弟弟袁术会同意？袁术项羽袁绍不和，自持是正式嫡出。正为此，我以为本初是最好人选。主公，陈留会盟，风云际会，正是纵横天下的机会，机不可失啊。这个曹孟德刺卓不成，死里逃生，倒让他抢了举义旗，要各路诸侯的头彩。主公智勇过人，手下兵多将广，必是十八路诸侯之首，想那曹孟德如实实务。哼，他自幼与我暗斗，心思缜密，你不要小看了他。还有我那个弟弟，不过不去也非上策，恐大势所趋，自须顺应潮流。主公说的极是。你和颜良、文丑细心镇守渤海，我引兵三万去陈留探探虚实，再见机行事。诺。贤弟可是前来迎我？正是。喂，承蒙公孙兄保荐为平原令，今闻大军到此，特来迎候，请兄长进城歇息。二位是？啊，这是关羽、张飞，我的结义兄弟。我破黄巾之战，全仰仗二人相助。现在董卓作乱，天下诸侯共讨逆贼，贤弟弃官，与我一同讨贼如何？当初我若杀了董卓，就没有今日的麻烦了。事已至此，就该收拾收拾，前去会盟。我等愿望。汉初平元年，公元190年，曹操矫诏发檄文起兵讨伐董卓，在渤海太守袁绍的鼎力支持下，各路诸侯纷纷响应，十八路兵马齐聚陈留。第一阵，渤海太守袁绍；第二阵，南阳太守袁术；第三阵，山阳太守袁仪；第四阵，冀州刺史韩馥；第五阵，陈留太守张邈；第六阵，西凉太守马腾；第七阵，东郡太守乔瑁；第八阵，北海太守孔融。
第九镇，北平太守公孙瓒。第十镇，长沙太守孙坚。诸位，董贼作乱，人神共怒，曹某不才，发檄文讨贼，承蒙各路诸侯不弃，会师陈留，共商进京之策。奉大义兴兵，当先立盟主，大家皆听其差遣。既是孟德邀集，是不是？公孙太守，曹某德薄能寡，难当大任。我推举齐襄侯渤海太守袁本初为盟主。袁氏四世三公，门多故吏，又是名将后裔，盟主之位。岂敢岂敢，还是另举高明吧。本初在朝堂之上面斥逆贼，挂印而去，我敬佩之至，盟主之位本初就不要推辞了。哎呀，袁将军，盟主要再推辞了。是啊，非你莫属。不不不，袁将军别啰嗦了，要不我做盟主如何？本初会盟讨贼是天大的事，大家拥戴也是众望所归。如此，那恭敬不如从命了。请盟主就位。请盟主就位。请盟主就位。明日我等助谈盟誓。汉室不幸，黄冈失统，贼臣董卓诚信纵害，祸家至尊，虐流百姓，元等据社稷沦丧，纠合义兵，并赴国难，凡我同盟齐心戮力，以至臣节，必无二致。齐心戮力，必无二致。齐心戮力。太守袁绍被推举为十八路诸侯讨贼盟主，一时间风云际会，狼烟骤起，中原大地拉开了群雄并起、诸侯争霸的帷幕。今日既立盟主，当悉听调遣，共赴国难，不得各行其事。是，将军说的对。袁某不才，承蒙诸位推为盟主，自当赏功罚过，不稍宽宥。国有常刑，军有法纪，诸位当一体遵守。我等唯命是听。设地袁公路，总督粮草，接济逐营，不得有误。遵命。当有一部为先锋，进敌泗水关挑战，其余各据险要，相机策应。孙坚，愿为前部。相国。十八路诸侯进犯泗水关，谁来迎战？义父勿忧，此等乌合之众如同草芥，而愿率虎狼之师纵横其间，一举荡平。好，我有奉先，勿忧矣。杀鸡焉用牛刀？不需将军出马，
我斩众诸侯之头如探囊取物。好，华将军，朕乃虎将，我封你为骁骑校尉。李苏、胡轸、赵岑，发兵泗水关。是。将军，前部孙坚已抵泗水关，派人来催要粮草。粮草？将军，他还想跟我要粮草？那孙坚号称江东猛虎，并非等闲之辈，让他攻下洛阳，岂不是让他抢了头功？将军，我懂了，不发粮草，孙坚军无辎重，自然不战自溃。之际自当共为时间，我已将本部粮草拨送一批，江东将士喜食稻米，所以我已孟德想得周到，袁公路见识浅薄，难成大器，胜败关乎社稷，我等当齐心戮力，不可私心自用。所言极是，少继为盟主，绝无二致。都督，孙坚军饷难以为继，下去吧。是。好，哈哈，好啊。都督，孙坚可擒了，今夜